四十八愿哪一愿最重要呢？古大德说过了，第十八愿。还随日本有本愿念佛这么一派，他就专门学习第十八愿，其他的四十七愿呢，他都不要了，他就要十八愿，能成就吗？有问题。为什么？四十八愿每一愿都圆满包含其他四十七愿，四十八愿是一愿，你不能有欠缺。那这个日本这个一派投机取巧，后面两句话很重要：全部禁止，舍无不尽。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理论，所讲的方法，在一句名号里面呢，通通具足了。啊，再告诉诸位，不但这一句名号啊，具足净宗全部。同时他具足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的全部，总不出这一句啊。啊，他还具足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所说之法，圆满具足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人多啊，真正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人不多。啊，我们在讲席里头啊，特别是讲这部《无量寿经》，没关系老居士的序文里头介绍的清楚啊。啊，里面有一段啊，告诉我们隋唐时代的祖师大德。啊，那个时候啊，在历史上称为佛教的黄金时代。啊，祖师大德、高僧大德太多太多了。啊，大小乘十个宗派都是隋唐那个时候建立的。啊，韩国、日本、越南周边这些到中国来留学的，以后回去之后成为他们国家的祖师。那不是普通人了。曾经研究过啊，也向我们好奇啊。啊，我们细心的探讨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经，说了这么多，哪一部经最重要，能够代表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啊，大家几乎是一致推崇《大方广佛华严经》。那所以华严经在佛教里的地位很高啊，成为经中之王。
根本法轮一切经都是华严卷书，像一棵大树一样，华严是根是本其他所说的一切经呢，是这个树上的枝叶花果华严是根本的那看到华严最后一生圆满成就是什么？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经，原来华严究竟圆满呢，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于是乎大家就意识到了无量寿经是最早翻译的译本很多，那个时候人都曾经见到，都读到所以这一些祖师大德们都肯定了华严最后归无量寿，无量寿就变成第一了那我们在想了，今天无量寿经有九种版本下莲居这个版本最好最完备即无缘一致大乘定证了王龙书的汇集本、魏默生汇集本里面的果实都修正，这是最好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把全经分成48品，我们也像古来祖师大德一样嘛。这48品哪一品最重要？当然是第六品。第六品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48愿是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转告我们的，转述的，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48愿哪一愿最重要呢？古大德说过了，第18愿。还随日本有本愿念佛这么一派。他就专门学习第18愿，其他的47愿呢，他都不要了，他就要18愿，能成就吗？有问题。为什么？48愿每一愿都圆满包含其他47愿，48愿是一愿，你不能有欠缺。这个日本这个一派投机取巧所以它不是圆满的。第19愿发菩提心。第18愿临命终时生念必生这两愿很重要19跟18不能分因为无量寿经上经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你看在这个经上三辈往生往生正因你看就明白了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或者是修学其他法门
临命终时，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通通行。那这个法门不一定说是你一定要修净土，你修他法门可以一样往生。啊，只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一向专念临终十句也是一向专念。这是过去祖师大德为我们说的，那我们明白了。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修行，就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展开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扩展就是全部无量寿经，全部无量寿经再扩大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无量寿经的细数。所以彭济清居士讲，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这说的有道理啊。华严经一扩展就是现在讲的大藏经。世尊四十九年再往下扩展的时候，那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一句阿弥陀佛是总纲领。祖师大德不是这样分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啊。这么一分析才发现的，阿弥陀佛是宝中之宝，无上的法宝啊。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自信。阿弥陀佛，学佛没别的，回归自性。我们真正学会了，大乘教常讲会嘛，这个话的意思深长无际。会了，如果是真的会了，你现在就活在阿弥陀中。换句话说，现在你已经活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你已经把当前的环境转变成极乐的环境，也就是虽然你在地球上，你还没到极乐世界去，你在地球上已经是跟在极乐世界的心情一样。真的一样吗？真一样。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换一句话说，你已经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跟极乐世界有什么两样？一样了。一起心动念就不一样了，一分别执着，那差别更大了。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无论应化在什么地方，他绝对不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执着？所以他住什么世界也真法界啊。他的境界什么？他的境界常寂光啊。
的其如不二法门。啊，这个一点都不假。啊，这个就是中国大臣所谓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在中国，像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之后，他就住这个境界。我们一般凡夫不知道啊，你怎么看看不出来啊？啊，可是你细心看，你能看出一桩，就看得很自在。啊，你能看出他的清净、平等、慈悲。啊，你细心观察。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他都不会放在心上，他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心与常寂光相应啊，行生活行为与一切大众和光同尘，你看不出，痕迹都看不出。啊，跟一切人都笑眯眯的，啊，真正做到如何自知？啊，这入了境界了。啊，不入境界，他有执着，他有分别，他有烦恼习气，啊，也就是他有贪嗔痴慢。啊。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